中国石油。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第七套农业节目。历时一年的精心打造，攸关两亿农民工的切身利益，央视七套隆重推出农民工技能竞赛电视栏目《阳光大道》。广告招商电话：6214-1763、6215-0899。北京怀柔，千百万家安居乐业，百家门业。沈阳韩宝气罐专机，沈阳韩宝气罐专机。世纪盛景植物壁画，墙上养花，真花真草，引领装饰新潮流。招商热线0108538-0188，8538-0188。一种用植物秸秆锯末石粉生产出的秸秆复合彩瓦，成本低，重量轻，强度高，不易变形，生产工艺简单，设备先进，批量生产秸秆制瓦。招商热线0106886-5409，6886-5459。唐林山烧鸡烤鸭店，小粉投资让您轻松当老板。塑料颗粒是各类塑料制品厂需求的工人原料，用火车头废旧塑料再生机生产塑料颗粒是资源再生，火车头塑料再生机值得信赖。销售电话0108360-9943。武汉华博专业制造胶带生产设备，可生产透明、彩色、印字胶带、防水胶带、纸胶带，新型设备一机多用。销售电话02787875701、8787-5702。新农村商报覆盖全国61.8万个行政村，农业商务流通资讯的权威平台，对接全国农村市场的专业通道，解决农村卖难买难问题。新农村商报，新农村的市场报。更多招商加盟信息，请登录3158.cn。沈阳韩宝气罐专机，沈阳韩宝气罐专机。火车头木炭机让资源再生，利用锯末稻壳生产机制木炭，用于冶金烧烤的层面，让物有所用。火车头木炭机精工制造，值得信赖。销售电话0108360-9366。小本创业，开一家欢乐乡村风味烤鸡烤鸭店，既可临街设店，也可进超市开店中店。电话0105190-8050。擦鞋也升级，经营更容易。特普莱专业皮革护理店，免费电话4008886644。北京清大校创榨油机，国家专利产品，出油率高，生产量大。电话0106298-4378，6298-4378。千百万家安居乐业，百家门业。用水泥沙子生产的艺术围栏，用于开发区小区园林阳台等工程，强度高，机械成型。华建围栏0108398-2866。东亚之星粉丝机可生产米粉、米线、玉米、面条、杂粮粉丝。厂家电话02788110008。东亚之星值得信赖。川岛重工木炭机可利用秸秆锯末为原料生产机制木炭，设备性能稳定，产品用途广。购机热线02784846990。洛阳伟矿新型浮选机专利技术，可适用于钼、铅、锌、铜、锡等各种金属伟矿和矿渣的浮选。